那你呢？我啊，我是浙江人。浙江有没有一些方言？浙江有方言，浙江方言也很难的。你想学什么？就是有一点你傻的，你傻傻的。你说你喊你了。哦，这个有点难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怎么说？你说你喊你了。我这个有点难，是吧？你是不是喊鸡了？喊鸡啊！喊鸡！喊鸡流是什么？不是你刚刚说的吗？你说你喊你了，你说你喊鸡了，喊你，喊你，这么傻就是喊你，喊你，对对，喊你阿谁哦？